是六月六号跟六月七号也在 TCC 将会办两个演唱会，梦想情歌演唱会是 FM 首播。林奕君，李君看起来很年轻，他其实1969年46岁，他的歌有很多欧素的朋友，像李圣杰的情歌派就很喜欢他。他的演唱会要登场了。他一个新歌在黑带上首播，是萧煌奇写给他的《忘不了爱过的我》，也代表萧煌奇同时间有3首歌给3个不同的歌手唱，《光良的出走》、彭佳慧的《大龄女子》，还有现在首播歌《黎君》《忘不了爱过的我》。习惯会翻出几对错，你的问候，你的等候还在。你付出很多，也曾用拥抱为我挡风。那时候我们不懂，原来痛得单手更值得全部保留。最潮复古舞曲 Funky 那个女孩，我叫你 Funky 那个女孩。